说比赛呢进行到这边重新回到原点，而且呢现在对成泰 Cobras 来讲呢，他们还有持续来抢攻的机会。对，虽然在这里郑景义遭到了三振，但是原本在一垒上的罗敏清盗垒了，而且造成了兄弟象队捕手陈瑞昌的传球失误，让原本在三垒垒包上的威拉斯跑回本垒攻下了成泰的超前分。现在成泰反倒是以4-3一分领先兄弟象队了。郑景义虽然遭到了三振，但是罗敏清会盗垒，大家应该都没有想到吧？这个时候三垒上的威拉斯看到球传出去，而且还发生了失误，趁机会跑回本垒。